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耗子，欢迎大家观看我最新一期视频。这期视频我们继续带大家看一看奥特曼人间体的童年照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泰迦奥特曼人间体工藤优幸。了解泰迦奥特曼的都知道，泰迦奥特曼是泰勒奥特曼的儿子。小时候工藤优幸就非常喜欢奥特曼，而且有一张照片比较有意思，就是小时候工藤优幸就骑在了泰勒奥特曼的身上照了一张照片，没想到长大之后他就成了泰勒奥特曼的儿子，这真的是太有缘分了。你们觉得工藤优幸和他小的时候长得像不像呢？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你还想看到哪个奥特曼的人间体现状，或者是哪个奥特曼人间体的童年照，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